没有信仰的重要部分，而是行为上。那所以古代犹太教大概是这样子的，然后现在犹太教大概也是。那这个小部落，他们在他们的地区住了好几百年，然后被占领了好几次，被巴比伦、被埃及，被几乎所有他们周围上的各种民族都被占领了。最后是古罗马帝国，然后古罗马帝国占领犹太人的那个小地区，这个事件稍微不一样，因为当时有一种教派。非常非常的激烈，然后他们就造反，就向罗马帝国造反。这是公元70年左右，就耶稣的生活晚一点点。然后他们造反完全失败了，他们被打碎了，然后他们受各种很严格的歧视，还有法律上的困难。所以呢，从此以来，犹太人很多决定要从他们老乡闯世界，移民到世界上各个地区。然后当时这个决定是蛮容易实行的，因为还是古罗马帝国嘛，所以从西班牙到大概到伊朗 Iraq。都可以随便去。同时就在这个时期开始在古罗马帝国有天主教，基督教跟天主教在中文这个翻译我觉得有点不顺，因为其实我要说的就是 Christianity， 反正基督教跟天主教都是一种 Christianity， 对吗？但当时应该叫就是天主教的来源，也不是基督教。但这个宗教就开始慢慢的发展出来在古罗马，然后到古罗马衰亡的时候，已经有几乎大多数的古罗马的居民都是接受了 Christianity。那 Christianity 跟犹太教有什么关系呢？耶稣你们都知道本来就是犹太人嘛，他也是就住在以色列的一个犹太人，然后他也是就信仰犹太教的这一种犹太人。可是因为他主张的就新的一个就一套理论开始，然后他的徒弟们慢慢的发展出来，就把他的主要的理论再加上他们自己的注释，过了100年左右，可以说犹太教发展出来另外一个宗教，那就是 Christianity。 所以呢，这大概就是古代历史，古罗马衰亡了，然后犹太人到了古罗马的地区各个地方，然后到了中世纪，有犹太人在欧洲、亚洲、北非各个地方，他们也有就各地方有各地的文化，所以呢，这些犹太人住了这些新的地方好几百年，就开始讲当地的语言，开始接受当地的食物、饮食文化。可是还是有一件事是要记住，就是犹太教这个一神教在人们的心理当中影响非常的重要。这一部分很难抛弃，又甚至包括一些犹太人大概是唐代还是宋代，历史家还是不同意，移民到中国，然后开始在开封，在河北开封建立了一个小的一个犹太寺，然后天主教的传教士16世纪到了中国，
就发现了中国也有犹太人，这是他们十九世纪的一些照片。你看他们在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是中国人，他这样他们还是信仰一种奇怪的宗教，有伊斯兰教，然后也会听说他们也不吃猪肉，然后一些其他的不知道他们怎么选择，什么规矩要遵守，什么要放弃，反正他们还是存在。所以呢，我之前听过有版本，就是说来中国的犹太人就完全被咱中国的文化给同化了，就他们就是入乡随俗了，有这样的说法，就已经抛弃了他们的犹太教。到了最近20世纪左右，应该会这样。但是19世纪，至少16世纪，我们知道他们还是信仰犹太教。就在我当然不知道他们心中就怀抱着什么样的态度，但是我们知道天主教士，就神父们看到他们的文化行为，就一看就认出来了犹太教的主要特点。那你知道，我家是河南的，就是离开都比较近。我们家那边有很多回民，他们跟这个有关系吗？回民的来源也是可以说也是犹太教，但像耶稣教一样，是还是以旧约圣经为主，然后再发展出来，他们自己要加上个教文，那我们晚点再说。对，想问一下，那对于你们来说，犹太教正式成立算是什么时候呢？这个非常难回答。如果是从宗教来看，公元前300年左右成立了。但是当时的犹太教跟现代的犹太教稍微不一样，就主要的是旧约圣经，当时已经应该就形成了现在的状况，现在的主要部分，大概可以这么想。所以这是古代。那到了中世纪，犹太人在各个地方，然后基本上可以把他们分为两种，一种基本上欧洲的犹太人分成两种，一种是去西班牙，就罗马时代的西班牙，他们成为了现代所说的Sephardic Jews， 然后有一部分去了德国，当时的德国，然后法国，然后东欧，他们成为了现代的 Ashkenazi Jews。还有很多在非洲，在中东，他们要另外算，反正他们叫做 Mizrahi Jews。Mizrahi， 我们稍微就现在放在旁边。那在这两种 Ashkenazi 跟 Sephardic Jews， 他们在他们的欧洲的地方住了好几百年，就到了现代，有看 Ashkenazi Jews， 也可以再分成两种，一种是住在欧洲的西部，就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然后一种是住在欧洲的东部。那东部的是非常风格的一种世界，他们是受严重的歧视，然后他们就住在他们自己小地区，大部分在俄罗斯、波兰、Ukraine、Belarus 这些国家，然后他们发展出来一种文化，是我们想到的古代欧洲犹太人特殊文化。像你们有没有人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Fiddler on the Roof？ 没有，是一个 musical。是小屋顶上小提琴手是吧？ Yeah。 对，OK。这就是这个故事。然后你看他们很，就一直到19世纪非常落后。他们都是就乡下农民，种田，可能稍微有点生意一点点，反正他们就跟一般就普通的欧洲文化稍微有分别。反正我们会回到他们，因为美国的犹太人的历史要从东欧开始。
那在西欧，欧洲人也是受歧视的，一直到 Napoleon， 在19世纪初年，占领欧洲，然后他非常非常的开放，然后他要排除古代欧洲的宗教信仰的限制，对吧？因为他还是启蒙运动者，可以说，所以呢 ，Napoleon 说这些欧洲有各种法律，说犹太人不能住在城市里，或者犹太人不能遵守他们的宗教，或者犹太人不能从事职业是最重要，然后 Napoleon 就开除所有这些法律，所以呢，从19世纪开始，犹太人就可以参与欧洲文化，然后从此以后，就有很多很多有名的犹太知识分子、艺术家、音乐家什么什么，所有麦克先生放在Facebook 上的都是19世纪这个时期的犹太人开始有成就，可是当时的犹太人还是受歧视，所以呢，很多也决定他们要就 convert， 归 Christianity， 所以呢，比方说Marx 是这样，马克思，他本来是犹太教的一个家人，但是他自己还是他自己的爸爸忘记了，反正他也不是遵守犹太教。然后还有 Rothschild family， 有人是在那边上班嘛，应该会有几名是他们人在。反正他们也是原来是犹太教。Cannot convert， 我不确定。然后 Freud， 所以这些 Freud， OK， 还有 Felix Bartholdy Mendelssohn， 造曲者，都不是 Mendelssohn， 门德尔松，门德尔松，对，反正很多，所以呢，就从这爱因斯坦，对，你知道爱因斯坦。主要是20世纪，而且主要是住在美国，所以呢，因为犹太人的成就，而且因为犹太人还是在文化方面有跟当地居民稍微不一样，开始有很严重的 anti-Semitism 的趋向。anti-Semitism 的故事是要另外讲，我觉得，可是就。他的结论大家都知道是二战中有 Nazis 还有大屠杀还有所谓的 Holocaust， 对 Napoleon 在给犹太人自由权，然后你看这是20世纪初年的就反anti-Semitic 的一些 propaganda，左边是 The Arabic Buddha， 是说 The Eternal Jew， 永远之犹太人，然后右边是法国的，应该是 Typhus， 拉菲亚 Typhus， 时期开始有了。其实你知道吗？在中国很多人觉得长这种鹰钩鼻，就是你知道吗？觉得是一种就是可以勾财富啊，其实是一个好的象征。但其实大家不知道，这个其实是 anti-Semitic 的这种没错 typical stereotype Jewish 的 image。所以当我们跟犹太人说啊，看你鼻子非常就是典型的犹太人，他们不会觉得是一个 compliment。我永远觉得很有趣。我第一次去中国，听到很多话说。在美国会看为最典型的 anti-Semitic 的各种想法，但是呢，在中国虽然主张是完全一样，就价值是相反的。就有些人说，就中国人可能经常会说，有些人很善于赚钱，好的好的，你加油加油，会加油，会赚钱会说话。有些人的组织性很强，那就
孔子没有说你要很忠实家人吗？然后犹太人很瘦吗？很瘦就很瘦。所以呢，就其实我觉得期待其实有跟着古代，因为当时就欧洲人会觉得犹太人没有一般的欧洲人很壮，确实有这样的说法。你看 Nazi 的 propaganda 经常会看一个非常非常就高大，强壮的一个德国人，然后一个小像他那个犹太人，所以呢，确实这样。你说我们东亚并不是一个国际。所以呢，他结论就是 Holocaust。可是呢 ，Holocaust 之前100年左右就开始有一个对我自己个人经验非常重要的趋向，那就是犹太人开始移民到美。这个其实是17世纪就开始了。已经有从荷兰移民的犹太人住在美国的，当时也没有美国，美洲，新英国，还有尤其在 Caribbean 的小岛，有的就像当代的所有欧洲人从事一样的职业，原因基本上是因为他们当时在这些新开的地方没有受像欧洲那么具体的歧视，还有可以随便去开始从事他们各种职业，还是因为大家都是外国人嘛，所以呢，大概对犹太人带来了很多机会。可是呢，这个还是小小的，不是很多犹太人在美国，一直到19世纪末年。然后尤其是因为在欧洲，当时尤其在东欧，有各种反抗犹太人的运动叫做 pogroms， 就是在俄罗斯王国之下，所以呢就为了逃避困难，他们移民到美，很多很多，包括我自己的祖父的祖父，great great great grandfather Mojek Shtetlman， 对，所以你看我现在我英文姓 Stadman 是吗？Stadman 是一个英文化的 Shtetlman， 本来是 Yiddish， 这个语言一个名字。而且又更复杂，因为你看他怎么写那个奇怪的 Z 字，是因为摩切克这本书住在波兰，然后是用波兰的拼音方式来写一个 Yiddish 的一个名字，所以就有 settlement。反正经过美国的海关，就变成了 Stadman。好像是自己决定的，因为都要避免歧视问题。这照片怎么找到的？这照片怎么找到的？家里的。对，因为我们家里有。家里的。哎 ，Alex， 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Yiddish 是什么样的？好，那好，建议。所以呢，Yiddish 是什么语言？那我刚才说了有。一部分犹太人移民到欧洲嘛，然后成为了所谓的 Ashkenazi， 这是中世纪开始发展出来的一个德文类的一种语言，类似德文，但是也是有很多希伯来语的词汇，而且是用希伯来的字写的，所以是很多样化的一种语言，而且是东欧的犹太人在乡下日常生活所运用的语言。所以呢，移民到了美国的犹太人大部分都是在家里说 Yiddish， 包括我父母，他们小时候在纽约20年代左右，就是二十年代的纽约街上的一个风景，这是在 Lower East Side， 据说当时就
几乎就像现代的你去